我们上这群正咧做着软心操的人，是三乡兵的外亚干的这同学，因为因稍等下要来参加一年一度的宽山马拉松。已经连续举办五次宽山马拉松，参加的人拢是这小青年，而且路线分作为壮年组甲青年组，分别是走一年甲两年。小青年一体来绕跑，诶，场面真正是相当而且壮观。青年跟壮年组，那目前的话是青年主要就可以跑两圈，大概8.4公里，那壮年组大概就跑一圈就4.2公里，那可以利用我们本身的环境来办。李副典狱长表示讲，路跑比赛是同学对着家己的自我表现甲要求的实现，透过活动会当检视家己向上提升，而且真侪人是自愿来参加。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，我们刚好都是户外，而且我们这个另外道，这个我们的工作的道路也是环境非常好，所以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一年这里面的一个状况是最好的，所以我们这个从106年开始就开始办一个宽山的一个路跑的活动。另外也感谢受访人，其实行到咱较轻易来到这，其实正经的时间就会当来这个出干路，所以讲各方面的烦恼讲有逃走的情形。你这段路跑嘛，比这个路口面的路跑活动，除了受河马步之外，各组各取得前五名，有奖增加加分的奖励。走完掉专程的人，各有完赛证明。今天新闻台一线三雄彩虹报道。